累了，停不下来。人，记住了，人。我们都有一双眼睛，眼睛可以用目来表示。足，足啊，脚可以用足来表示。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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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足。张开嘴巴，这个字可以用来表示嘴巴，读作口。口，嘴巴口。这像张开的嘴巴呀。一个小孩子，很小的小孩子，包在襁褓里。子，是个小小孩子。今天乔古又和小朋友们一起学了很多汉字，一定要记住哦。小朋友们，开始学习。